大尾巴鱼，欢迎来到万花谷做客。你只要躲在这里，不必会护你。你喜欢吗？谢谢云和。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你，你所信的鲛人必须要讨本宫欢心。我只听一个人的话，云禾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爱上你了吧？太可笑了！我同你说的字字句句，从未真心。锦禾，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。从今往后，你的命是我的。云禾，你应该像风一样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的。你以为我想当什么御林师吗？我想要的只有自由。仙师和顺德一日不出，东海鲛人的命运终有一天会落到每一个人身上。你们究竟是习惯了残忍，还是看惯了恶毒？很快我们就会让那些阴谋暴虐付出代价。争端一起，大乱将至，凡是违逆本宫之人都得死。那我就赌你杀不尽这天下逆鳞者。我想要的自由并不是要走很远的路，而是这颗心毫无畏惧。下定决心，便无人能阻。还有谁？已无退路，唯有前行。御灵师，以驯御灵兽保仙界太平为职责。小仙任第二。哦，不怕不怕，不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。三天。我定会让他乖乖听话。鱼呢？哇！啊！我就不信，我们俩加起来还攻不下他一条鱼。买，买，这些我也买了。这些总该是你爱吃的了吧？在你还完这些之前，你可不准偷偷逃跑。海味，海里有的是。钱，我也有的是。我该不会这次真的要失败了吧？书上说，要想收服他，得咬他嘴巴。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好了。狗？你要向我学习，把那些御灵师当仆人一样对待。三爷主子，只要你收了我，我照顾你啊。还得使唤他给你暖床。三爷主子，床已经给你暖好了。我为什么不能和姬云禾一起睡啊？我们站上的规矩就是鱼睡鱼缸。你这丫头不准欺负我的乖乖鱼。长夜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在这待着。